再挑战一次，龙科带那无视无数盾的会比较保险。什么啊？我不行了，可以啦。哦，西摩也可以耶。说实在的，西摩真的可以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选未来的话，换个西摩也是有机会过的。水初音可以换项羽吗？完全可以。不过王冠可能 会比较难过一点吧。今天聊天是要爆料什么？今天应该是没有爆料的东西吧。合作官方也公布了，用水迪士尼水肥婆赌回避。迪士尼水肥婆不是妖精吗？这就不能带妖精啊。如果真的要赌那种回避的话，那就是那个吧，傲笑吧。掏死了。没死啊你！太硬了吧？那我就洗技能。还以为他会死，真可惜。那还是要排除一下，排版面。好难笑，这版面完了。真的，我应该用那个合体的技能，阿尔冯斯去打他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用阿尔冯斯的那个固定版面就可以了。六七八，用最无脑的通关方式，不要想手转了，这游戏已经不是手转游戏了，开技能游戏。要会玩这游戏啊。叠的不错，100分。我想把新书留下来。其实不用刻意留，因为等一下阿尔冯斯也可以转新书，而这对天降本来就会天降星，所以解新书的那一关，这对应该也不是问题。试试看就知道了。疯狂的消星珠，你看那天降星珠就一大堆了，一回合打我一半的那个进度条了。没用子可以合体吗？不行啊，如果你要无卡合体的话，没有用子就不能合体了。无卡合体比较吃比较死啊。第六关，宗史盾。哦，六康是不是？好，六康我可以转得到。过去过去，哇！这更新是什么意思啊？五康吧。好，下面一位整版冰冻，开始这样就死了。他有骷髅头，是不是应该多转一点 combo？ 哇，不用不用，伤害很够，有两个强柱，这对十亿的一个平衡水准。
Oh fuck！ 有人消失了，有人被消失了。其实上官应该关掉那个嘛。好。我想想。好。然后制造新强化局，等一下就会天降，会天降的新局。你看，没问题。很棒。然后要那个火强化珠，火强化珠拼图盾，怎么办这里？我想开龙科欸，开龙科好了。欸，火珠，哇，完了，白痴。哦，其实可以，有机会。我们还有阿尔冯斯的技能。如果没有五颗火珠，真的是有一点可惜耶。什么机会有？可以。下面一位整版锁定，这边把技能洗回来。五颗，哦，这是接近整版的消除哎，再洗一回合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他感觉打不死我哎，那我再洗一回合，能洗则洗。哎、欸，靠腰啊，他死了，太痛了吧！一 combo 哎，我跟消极 combo 两三 combo 的就死了，太痛了吧！他这边是出怒，很怒哦。我看这里，他很怒哎、欸！这他应该就死了。嗯，我想想，好，伤应该够了。激龙拳，你老婆很生气，对啊，生气是吧？直接给你打过去，好凶啊！开这个，不要消暗珠就够了。超银河过关了，超简单。第十一关，五鼠盾，不要消水珠就过了。但我在想这边要不要洗技能啊？算了，还是直接打好了，反正感觉可以洗。Yeah.
7000，好烂哦，这一只没什么威胁，这等于随便转都过了，这一只好烂哦，没有刺刺就没事了。假币子跟他卡片一样，他这个黑金应该是有照他那个卡片原本的强度来设计啊，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秦皇感觉蛮强的？我说回刚才那句话，不过这关是没什么威胁啊，感觉上。赞，第13关，粘着。转珠技无效，四 combo。 哦，下去了，白痴，又被附加效果消除了，到底是多喜欢附加效果消除了。刚开的学未来直接 biang biang 了，不过我们伤害应该是够的，感觉上。哦，碾压。很伤心哎、欸，第一次打都要很注意那个。是不是有点危险啊？开个东西好了。附加效果不应该并变狗的。哦，打好痛！这怕出事啊！九康，不然这边就手转好了，不开技能。可是我怕我手转他也会死哎、欸，好像打太快还是什么的。他想要才，我跟你说嘛，4000万，太惨了吧，好烂哦、啊，完了。没有技能开要怎么打伤害啊？我们可以挡两回合啊，挡死。他是什么？啊，他无视减伤意志哎，这家伙有病吧？直接骂人哎，好烦哦，他好烦哦。他没有那个怎么办啊？哇，这感觉要输了，没有长虹之章很难过哎、欸。这不是很妙。长子章前面不应该开的，至少在13关之前先不要开会好一点。只能拼了，呵呵。
六亿是打得过啊，这十几亿的就是很拼欸，这应该打不过了。哇，这样尽力了。啊靠腰，这样还打得过？这对是鬼吧？啊过了。欸，如果我认真讲，要比较稳的剧本，应该是第十三关之前都不要开那个常驻真伤。应该说怎么讲？第十四关再开常驻，要不然就会被附加效果消除。但是被消掉也没关系，这手准就过了。哇塞，我太小看那个钢链了，还是可以的，好爽啊！